抱枕对镜头微笑，下一秒化身忧郁小生。他就是拥有高颜值、外表和阳光笑容的民进党前立委郑运鹏，17岁帅儿德德。就是这个帅气笑容融化不少粉丝，在选前帮郑运鹏辅选，让德德人气迅速爆红。他也在13号创办个人 IG 社群，还 po 出第一则动态，写到第一次拍照蛮好玩的。他还在贴文留言，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拍照好好玩，差点真的睡着。一系列帅照曝光后，短短一晚粉丝迅速突破10万人，超车郑运鹏经营许久的 IG。我知道啊，那个德德往演艺圈发展还不错。蛮红的，最近，选举过后蛮红。他的爸爸有知道吗？我有点忘记名字。看起来照片拍的蛮暖的。感觉有点偏日系。这昨天就很多人在发啊，对，就德德啊，我的社群啊也看到，对，就是蛮多看到蛮多就是在发他的这个新的 IG。德德的 IG 在不少民众之间爆红，有网友留言说2月14号是国际德德日吧，还有人说大家不要得失心太重，台湾人有自己的车银优等，其实是摄影师看到德德帅气外表提出拍摄邀约，而他也爽快答应。郑运鹏则在推上面留言说：“我只是在旁边看，反正就是30年前的我，似曾相似的感觉。”还附上自己年轻帅照，后面还加码说自己没有经营 IG， 不要乱比粉丝数等。只能说德德帅照曝光后，人气再度飙升。三立新闻黄燕杰台北采访报道。